这地方应该是那个是有货的，在这儿看见没有？嘿嘿，看到了这个毛哥啊！哎，我天哪，饿坏了！这个怎么这么大？啊，哇，这比我个手都大了，这一个，嘿嘿。行，这个一顿吃不了，给他带回去了，口密封的是非常的好。走了，这个盒子蟹够大，上面还有个套子。哎呀哎呀，看见没有，来吧展示，嘿嘿，来吧。这是一个二母，这种二母特别肥呀，你看它这个活力劲跟来春天一样。行，这个挺大的，就给它带过去了，走吧。这个我都不想拍了，可是嘿嘿，意外收获。你哎呀，看，这叫跳跳鱼啊！你看它跳得多欢实。哎哎，别动别动别动，拍个照片。哇，抓不着它了哈，嘿嘿，愿在里边就在里边吧。这种鱼太小了，不要了。这个大袋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空壳，我天哪，好多泥啊！这个得长多长时间长这么大？应该是个活的吧？没看见有空壳的地方。完不完整？你看它卧坑都卧这么大呀！看来这个袋子大了，它的窟窿也大。行了，这个给他带走了。这个洞穴够长的，也够黑的。上面是那个养鲍鱼的，咱进去转转，看有没有那个鲍鱼。走了。哎呦，还真有嘞！哎呀，这里边那个声音有回音，挺害怕的。看，这个鲍鱼个头不大。走，先转转再说吧。哇塞，这边还一个。这个鲍鱼。怎么这个颜色是那个绿色的，是不是你老婆给你戴绿帽子了？这边是俩哟，哟，这俩全给收了吧。这里边还有那个好多那个海葵呀，在这儿呢，看，这就是那个海葵，丢，一下就缩了。这边那个还一个，丢。都长在那个石头缝上面了，由于往里边太黑了，就不进去了，进去也没法拍摄了，咱就回去了。我天哪！来，哇塞，这是他卧的洞啊！这里多长时间没有水了，都干成这样了。嘿嘿嘿，行了，这个就给你带回去了，你看漂不漂亮？这天气一天一天冷了，猫眼螺应该在沙滩应该越来越多了。挖个完整的吧。哇塞，这个好多的泥哦，不过水多，这个哇过瘾啊，这个个头是相当的可以。哎呦，行了，一个完整的猫眼螺就出来了。走了，这个鼓包应该是那个花蛋蟹，看壳都露出来，出来吧，露个面。花蛋蟹已经抓了很多了，这个就不要了啊，来吧。哎呀，在这儿呢，啊，这种小挖坑啊，它就会有那个月亮贝或者那个猫眼螺，两种坑都差不多。有时候这个月亮贝还带那个小眼儿，也是，这个看挺大的吧，给人家挖了这么大坑，再给它填上吧，别带谁过来玩，把脚给绊倒了，
摔一下，是不是磕疼了？行了，带走了。